来卖鱼卖鱼，我都没我都没来，每个礼拜六礼拜这边卖啊，来来大家来啊。原本的Sunday Market已经搬去美景三个月了，听说有超过100个摊位。今天又是星期六，我的两个哥说要去买菜，赶快起来，快迟到啦！Kero kero, kiano kiano。要遵守 SOP。现在是早上的7点，来到这个美景的周末市集。来逛逛走走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奇或稀少看到的菜，类似 Ribena 的味道了，然后可以做成果干啊。要选择好，很不贵。哇，很不贵呀、啊！白豆沙里面是。红粽，包粽，红粽，包粽。包粽。咦，苦爷？啊，苦爷是什么啊？哎，到哪没啊？苦爷。哎，边个见苦爷玩具的？冇苦阿油啊。冇苦阿油，苦阿冇咩？啊，冇咩？就系家己人咯，反正玩具讲嘅呢个上边就系辣椒。苦爷啊，买回去吃看看。苦。啊，三八，三八一根比利时，来，对，三八，我来，我来对最喜欢那块红烧的鱼。嗨、啊、你好，这么早来买菜啊？早就看到你在咖啡店了了，真的吗？我看到你在聊天，我不敢叫你。我今天是来到这个周末市集，今天会多人吗？好多，好有一点像 Bangkok 的茶都站，对，这个是西部的茶都站。给他两块钱，他还要找钱。给你两块，更早。没错。如果我看到这里三块半，我会多给我。那没可能的事。哦，要来这边买芋头哦，本地芋头哈。来卖鱼卖鱼，我都没来，每个礼拜六礼拜这边卖啊，来大家来啊，那个不是新的吗？可以搬到这边来，每个礼拜六礼拜这边卖鱼，卖鱼，我都没，来大家来。哎我没了，都已经叫到烧虾了，所以大家需要鱼的话要来找他。你等一下，这个是我的表妹，这个是我的大姑，哦，大家买菜要来这边买哈，她在比较里面哦，什么菜都有哈。很多人没不会煮这种菜哟、哦。怎么煮？到上大单要到索拉炒，要炒干一样的咯。
哎，一年个了，那么辛苦，那么辛苦，但是好的哦，茶楼哦，要苦啊，蛮苦啊，不苦啊，蛮苦啊。他说很苦，我觉得人生更苦。你下次尝一下中药。他是红草来的。啊，一卷本身拿手打的，打的手啦的，煮起来的，好像茶叶这样放进去。嗯，对。但你只要煮两分钟到一分钟啊。很煮多。它很会生，可是它很怕那个草药。所以你种的地方离草药要远啊，对，它本身是酸的，所以呢，你酸了，你加的那种奇里巴滴什么啊，你变成酸辣酸辣味了，拿来做酱料，你可以做成开胃菜了。泡椒，对，泡椒，水产店，咖啡，咖啡店，啊，我吗？啊，哎，对对对对，上电话，他每次上电话，哪里好吃的都啊，成叮咚，叮咚，叮咚，啊。macam itu masak dengan ikan.Boleh ayam boleh. Saya suka itu barbecue kentang. Do 培育植物特别的植物的树苗。哦。就好是好，不过就好。那个特伦干诺是要特伦干诺切的。每次去地方都要意大利意呢，不然不然你直接穿牛角啦，你眼直接。哦。啊。也也是用不然牛。哦。好了，今天逛逛这个周末市集，一日结束。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买菜的都欢迎来这边周末市集逛逛走走，有很多我们自己也没看过的菜，促进一下本地的这个经济哈。但是一定要支持我的叔叔跟我的大姑哈。好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也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留言，记得打开小铃铛关注我的 IG 跟粉丝专页，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